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全国最小型扒扎机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它就是传说中的小钢炮。它车宽1.0米，车高1.4米，适用于1.8米城市管网施工作业。它的电机油泵以及油箱都置于底盘后方，已大大缩短了车体的宽度。采用400-8工程实心轮胎，大大降低了车身高度，以便在城市管道中畅行无阻。输送皮带采用平纹400宽，输送动力采用液压马达驱动。这就是扒扎机中的小钢炮，你心动了吗？